这个短片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用旋转拍卖在抛一些东西的时候啊，我抛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大概抛四个东西，然后一个下午有几个诈骗集团，我们来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个诈骗集团呢、啊。 一个下午哦，才从两点多到到五点，这样就有十八十八个诈骗集团，然后大致上都是这样子的。我、哦、买了之后，然后出现一个 Q R 扣，让你去扫 Q R 扣，这样扫了你可能就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但是旋转拍卖也很快的把它处理掉，可是没有用，我觉得这样很烦，就是说你应该要在。 这之前就要能够把它预防掉，而不是等它来骚扰卖家，然后才被停权。就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啊。你看，他这个这种哈、哦，他会透过一个另一个平台要绕过去的，都尽量要避免。就是说，你今天要谈生意，你在旋转拍卖上面谈就好了，你不用特别说我还要绕去赖私下谈。 这样很奇怪，好像说你们鬼鬼祟祟要去偷情一样。然后像这个，大部分都是要你去找那个 Q R code，相当可笑啊！一个下午有十几、十八个诈骗集团，这个旋转拍卖不知道是怎样沉沦到这种程度哦、啊。我看他们以后应该是要好好的去把它这个部分实名制，我看身份证要登记一下，不然这完全是相当荒谬的一个状况。 好，那大家在使用旋转拍卖的话，高单价的建议你们用面交的，然后低单价的就是用商商品刊登到那个超商取货的部分了、啊，绝对不要私底下或绕过旋转拍卖啊，这样很容易被诈骗好，那这个短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旋转拍卖的乱象，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啊。